要一辈子陪伴皇后娘娘。璎珞，对不起，娘娘，本宫等你回来。璎珞回来了。璎珞，你懂吗？鲤鱼的莲香版讲的是一对美人相爱相亲红嫁衣服的故事。为什么在宫里说这种事？本宫教你，这世上能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？皇上如此天怒于人，可是民君所为，为璎珞。你走吧，请皇上准其出宫，任其自由。奴才给贵人请安。娘娘是我在这天底下最重要的人，她是我的全部，就是要让你好好体验一下父皇一步步逼近时的痛苦。娘娘，璎珞，我是如何替你惩治真凶？你走吧，本宫是大清的皇后，永远都不要忘了这一点。处处以丈夫为天，以丈夫为尊，礼教森严，不可逾越。人心邪恶，天道残忍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遭到背叛。这是他的命，就算是死，他也是大清的皇后。我真是一不错，父不错。璎珞要一辈子陪伴皇后娘娘。是。璎珞，你走吧，不再做皇后了。